You mad nigga, your adrenaline rushing, it feel like a bus, but I'm whipping a rave. Got my head to the ceiling, want me and my feelings only got me feeling away. I ain't saying I'm addicted, out of a prescription, fuck it, cause I don't feel the pain. Had a nigga touch my team, fuck it, nigga, kill him, fuck it, make it take me away. I got my dogs in this bitch, I know they gon' shoot shit up. And my little brother turned to a drummer, walking my... What's up, hello, 大家好，这里是美国 Acon TV Vlog， 我是康仔。今天又为大家带来一些好玩的东西的开箱，是和球鞋有关的。Let's go！ 哇，超大的一个包裹，而且非常的厚重。SUPBRO Subro， 众多几位热爱球鞋收藏的 sneakerhead 们应该很清楚 Subro 这个品牌吧？作为国内第一球鞋周边还有护理产品的龙头品牌， Subro 一直致力打造质量最好、设计感最前卫的球鞋周边产品。Subro 不单单征服了国内的消费者，它还冲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全世界范围内，凡是有 hypebeast 有 sneakerhead 的地方，就有 Subro 产品的踪影。那么我现在就看一下 Subro 到底给我寄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吧。打开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大的一个东西哦！哇，这超重哎 ！Subro 一个鞋盒，应该是一个黑色鞋盒。All about sneakers。What the？ 包装也太精美了吧，超重哎！我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小时候玩模型玩具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起码有十斤呢，这个东西。我靠 ！Subro 的清洁擦巾 wipes， 包装也是很精美，里面有很多个独立包装的球鞋清洁擦巾，这个很屌。一整套的球鞋清洁工具，专业哦。还有一个。哇，这个就是球鞋画笔，它这个东西的作用呢，是比如说EC350鞋底那个 Boost 如果发黄了，这支笔呢就可以解决它的这个发黄的问题，这太屌了吧！第一个鞋盒哎，哇哦，这个鞋盒已经装好了，这是什么呢？哦，电源，这个电源就是用在这个鞋盒上面的吗？那么这个鞋盒肯定有一些球鞋的黑科技吧。 OK， 这是一个透明的 Subro 鞋盒，还配了一个电源的插头，幸好它还给配备了一个说明书，这个说明书上面就写明了 Subro 这个鞋盒是如何使用，它有什么功能，常亮、关闭、声控。 Subro 知道了，这个鞋盒是可以亮灯还可以声控进行控制的。这里好像有一个插槽，插上电源。哦，哇 ，Subro， 原来它这里有一个开关，我要把这个打开。它这里有个开关，往右边一推，鞋盒的做工还有质感是非常不错。然后它这个塑料呢，就是很厚的、很厚的一层。然后它这个门呢，我也很喜欢。它这里呢是有两块磁铁的，所以呢你放鞋的时候呢，就是非常方便。然后呢，你不害怕它这个会掉下来。那我们现在把球鞋放进里面，看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。空间还是挺大的，一些40几码的鞋都可以放进去了。是不是觉得球鞋放进去之后马上帅气了？马上有一双普通的球鞋变成了一个艺术品，一直亮着的。那么它这个声控是怎么样操作的呢？ Subro
bro。哦、oh, ，我知道了。不能，你只需要把这个按钮按在最左边，它就是接受这种声控功能，声音指令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着灯，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它就会关灯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打到最右边的话，它就是一直在亮灯。哦，和正方这里呢，上方这里还有一个串联的插柱，说你如果是买了 N 个，比如说十个这个亮灯的鞋盒，你只需要一个电源线就可以把整个亮灯的这个鞋盒呢拼排在一起，只需要一个电源，那么它整排的这个鞋盒呢就一起亮灯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人性化的设计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 Hypebeast 还有 Sneakerheads 喜欢收藏 Sub-Pro 的鞋盒了，因为它的设计实在是太人性化，太 slay 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把这两个黑色的鞋盒来安装一下吧。我要开始堆模型了，说明书1、3、4、5，一共有6个 piece。OK， 一下子就装好了。嗯，这是两个黑色的全透明状的鞋盒，然后它的质感是相当好，然后它里面的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充足，所以呢它也是可以容纳任何 size 的鞋子的。鞋盒呢是在侧面这里打开这个门的，后面这里也有这个磁铁的功能，只要轻轻的往上一放就可以关门了。两个鞋盒堆放在一起呢，它是不会晃动的。它这个鞋盒的设计呢，就是可以方便你一个一个的往上放，然后呢，它是会固定在一起。觉得呢，球鞋放进鞋盒里面呢，档次都不一样了。然后我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球鞋展览的这种鞋盒，以后呢我会买更多的 Sub-Pro 的产品，给自己做一面大大的鞋墙，哈哈，这算是我一个梦想了。到最后呢，又感谢 Sub-Pro 还有云深大哥对我的关照，给我寄来了这么棒的 Sub-Pro 的产品。对 Sub-Pro 的产品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方找到这个购买的链接，可以在一条路我本人找 Sub-Pro 购买， Sub-Pro 会给我提供最优惠的这个价格。谢谢大家观看我这期的影片，我是你们的 Boy A-Car， 我们下次再见吧， Peace。